北京时间4月18日，曼联对阵利物浦的焦点战前，曼联球星、葡萄牙队中场核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赶往训练场的途中遭遇车祸，毕飞驾驶的黑色保时捷与辆大众相撞，毕飞的保时捷右侧车头损坏，但是所幸毕飞没有受伤。据英国媒体《每日邮报》报道，毕飞将跟随球队继续训练，并且大概率能够在曼联对阵利物浦的比赛中出场。曼联主教练朗尼克预计将在赛前新闻记者发布会上透露更多关于毕飞身体状况的细节。值得一提的是，曼联接下来将要迎来魔鬼赛程，除了下一场比赛的利物浦，曼联还要连续迎战阿森纳和切尔西，因此毕飞的身体状况无疑决定着本赛季曼联能否冲击前四。